小丑鱼在海草间穿梭，珊瑚礁、小美人鱼、海星通通都出现，整个舞台化身成海底世界。光明国小生动活泼的舞马不仅获得106学年度全国舞蹈比赛最佳编舞奖，更得到现代舞特优第一名。大家一起跳，然后可以得名，很值得。穿着紫色的古代军装，用漂亮的空翻出场。我爱国中王玉轩的这一支木兰辞赋真沙场，不仅要献给在去年去世的爸爸，同时更夺得最佳舞技、最佳编舞以及个人组古典舞全国第一名。比赛很多年，然后就是终于得到这样的奖。练习辛苦。腼腆的笑着点头，但再辛苦都不要紧，因为就是喜欢跳舞，没有原因。王玉轩的认真程度连老师都肯定，他其实可以一个动作连2到3小时，从来不休息。手中的飘扇宛如烈焰，上管国小的小朋友一个个化身为火焰灵儿，挥着旗，舞着乾坤圈，靠着这气势十足的舞蹈，也拿下了古典舞全国优等第一名。可以摆出很帅的姿势，然后让观众觉得很酷，再加上我们国际教育的交流啊，国际艺术的交流啊，让同学们有表现机会，所以充分的他们都学习的空间能够向上提升。新竹县艺术人才辈出，就靠着平时不断的努力练习，纷纷在全国赛夺金。